是机械装置在控制这个工具。我想一下，我有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，在因为它这个主题是整个展览的主题叫西山幻想，对，所以它的整个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就包括所有的人的作品都跟这个。作品你看它这个其实看起来是像一个三层的，那你看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树，那其实因为它是做声音的，所以你如果把它转过来看，你看它其实就是那种声波，声波的，那它这个作品你看是有声音的，它是有声音的，那你去碰上去以后，就每一个人碰到，因为他的主看不一样，所以他的声音也会不一样。所以你可以，那个总是他对所有的只要有线的地方都可以，对。这个感应。对。小朋友一直站起来，所以他就一直没有那个，不然就等一下可以再试，等下没人的时候再来试。人家小朋友一直动来动去，对。这形器是不能乱动的，南竿老师说，所以如果你们有过来的话。啊好。哎，仙女不进。OK， 可以，他要脱鞋才能进去。但佩君你进去，你的鞋不就很多？我的鞋蛮好脱，你们进去就尽量那个。对啊。然后出来又讲经验。晃一晃，进去感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现在应该是里面没有。现在比较没有，没有感觉。您说你要进去吗？我是如果是不要拍他们好了。好，我只怕他，是我只拍他，我只拼我拼了。啊，你没有要进去 ？OK， 好好好，那就不用拍了。我以为你要介绍。因为我是觉得这种作品其实是感觉一下，对，比较是这样子。是不是您不是要介绍里面的？因为我是觉得，像有的作品是，我是觉得是可以介绍，可是有的作品其实是自己体验就好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感知不一样。是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那我停下来了，不再介绍了，哈哈。